今天起了个早，然后又来到我们华美早市了。一个宽甸的小哥呢，在这卖山野菜，咱们一起呢来体验一下，看看当老板是什么感觉。来了，这山野菜一堆一堆的。你这早上几点过来的？早上三点就回家走。三点就回家走？你跟哪？跟宽甸过来的？宽甸。哦。到家伙的一个半点。你这品种可老了呀。啊，你这大概能有多少品种是？接近20样了。你看它叫咱老百姓叫苦蝶子，这个是蒲公英，学名叫蒲公英。完了之后，咱老百姓叫波波丁。大沙参，吃野参。沙参。苦蝶子，这苦菜子，就这个菜啊，你看这个菜就是这么吃的，洗一洗啊，就是这么回家蘸酱，就是这么吃，去火啊。啊，就不用那个水烫的。不用啊，它和这个那什么荷包丁差不多。对，薄薄丁可以撂，可以不撂。是我嘴苦吗？还是它本身带着苦？它就是苦的。是哈。这是炊烟上大耳毛。大耳毛。这是杂拌菜。宽甸的山大哈。嗯，俺们宽甸菜早。你看这炊烟上的。你这是属于瘦的呗？就是俺家巴拉的。啊，就俺妈他们都上山路。啊，这就是村里的那些邻居们上山去，上山去采，然后你就来卖。嗯。就是我妈他们，俺姑他们，就一帮老太太他们。啊、哦，现在他们那个都是在家，他们闲着也没事啊。对，啊，你卖这个东西也不敢说哪天都有什么哈。啊，对对，这玩意儿谁不第五货从来不丢。啊、哦，有时候今天就赶上没有这种。这个蕨菜也少，蕨菜今天就落这些。蕨菜，那个猫把骨也叫藿香，学名叫藿香。这菜叫荞麦羊，这菜特别好吃，丹东人挺硬的菜。啊、哦，也就蘸酱吃主要。也是蘸酱吃的这菜。你今天大概这都有多少斤菜？今天大概400多斤吧。400多斤，每天都差不多呗。啊，每天都差不多。你这是常年搁这卖吗？不，我不像他常年的。就是晒野菜这一段。我就晒野菜，我这家就好了。我这不在卖晒菜就不来了，在家干活。啊，干完活了再过来卖桃子。妈呀，这三角没样，这没卡巴眼儿，这怎么就这么大了？这什么？这个，这点还咋小的呢？因为我下面更大。这小的不？啊，那我就那点大。我操，这菜可硬了吗？挺硬，挺好吃。嗯。我进来了，我看你这杂菜怎么卖的？着急了，自己上手了。啊？已经开始排号了。我这啊，忙不过来就自己上手。这广州的，这是广州的。也是哈，真胖乎。那是咱家的羊。不，他那红心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我长得好。是。遇着好东西，你也是爱不释手哈。啊，不稀罕。老好了，这玩意儿在一起。我光企业保证不了。走的。啊，32块1，啊，暂时卖不了。那边的刺蒜芽卖最快，其次就是这大耳毛。你这晒野菜很多都属于是药材哈，几乎都是药材。啊。那什么？又来这期又赚回来了。这边。又来回头客了。一阵忙活之后啊，菜卖差不多少了。可以说大家伙对这个晒野菜还是特别的喜爱。我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咱们今儿体验就到这了啊。